害羞。好，好，我这件是叫做Guns and Roses， 然后它是一个听说今天的幸运色是荧光绿，然后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在八戒里面，其实是我们是走那个 cyberpunk 的风格的电影，所以我就用这个元素来发想，刚好遇到这个礼服，想说哦非常适合，很有 cyberpunk 的感觉，然后它的剪裁也很漂亮，就是专，可是我的线怎么办？这样，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有特别瘦身，但是有多加一些有氧啦，因为想说体脂还是再掉一点比较好看。期待什么？哦，他可能觉得我今天应该有特别准备吧。对，我说什么东西很棒？有有有，因为就是怕他会紧张，但我看他一点都不紧张，他非常的淡定。然后他已经一直在家里呈现一个，就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都呈现一个很帅的样子，就是我觉得他已经人已经在 ready 的状态了，就是他的身材啊或什么的管理都已经管理好了这样。对，我感觉好像就是360度好像都有镜头在拍他，他已经 ready 了。我还没有看到别人啊，但是他在我心中就是第一帅。我一直叮嘱他说一定要用血压机，因为他有时候会跟我讲说，因为我喝咖啡了，所以不要量血压，因为不准。我说你要在喝咖啡前就要先量。对，他今天血压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对，我觉得我会，我很希望他可以得奖。我不知道，可是因为我知道他在拍《复读青年》的时候，他很用心，而且很付出非常非常多，不管是心力、精神，还有体力也好，各方面在生活条件上也都迎合那个《复读青年》的状态，所以我知道他非常的辛苦。那他那时候又远在马来西亚，也看不到他的猫咪，所以他也是心里有点苦啊，对。我会恭喜他，可是我们的排序有点远呢，我可能冲不过去，那就抱抱喽，可以啊，我不是，还是你先哭，我是不太确定我会不会，因为毕竟我比较理性一点，对啊，谢谢谢谢。